赵处长，说说这个吧。可以。这个是我工资卡，这是我的奖金卡，这是过春节发的过节费的卡。哎，什么过节费啊？部里每人都有，一人3000。哦，小张，带刷卡机了吗？带了。拿过来，这几张卡刷一下。好。哎呀，侯处长，哎呀，我就这点私房钱，全让你们给折腾出来了。就这点儿是多少啊？哎，赵处长，我跟你说啊，4年前，在你前任办公室找到一张银行卡，他也说是什么过节费，你猜多少？680万呢。哎，顺便说一下，那案子也是我破的，立了一个集体二等功。哦，那侯处长，这一次对于我，你该大失所望了。你说我的前任在这栽的跟头，我能在同样的这个小阴沟里再翻船吗？不可能。人跟人不一样，这都是你们办案人的偏见。是吗？但愿吧。多少钱？共计30500。才3万。他人呢？都在那了吗？不对，换人了。是不是到别的桌敬酒去了？你赶紧挨桌找找，我在这盯着。我马上安排。家里的电话，我老娘的病又犯了。小周啊，今天还真得麻烦你连夜去趟烟台山，把我老娘给接回来。好的，丁师长，我先把您送回家吧。不不不，你就给我停在路边吧，我正好走走，消消神。小周，哎，你等一下啊！这是1000块钱，接我母亲是私事，这油费、出车费都得我出，廉洁吗？丁师长，这听我的没错，廉洁必须从我这儿做起。去吧，路上注意点安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消失了，你们俩分别去男女洗手间找，如果没有的话找服务员开房门查房。明白。陈海，目标不见了，马上督察酒店的房间，看见目标立刻抓捕，不要再等生命的决定了。还没决定呢，那我们能不能抓？抓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是，行动。人到齐了，综合刚才大家的意见，丁义珍涉嫌犯罪的证据已经基本确凿。又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抓的一个案子，我们只是协助。所以我认为没必要双规，直接走法律程序。正好也给北京的小侯处长有个立大功的机会。这个后崽子我熟悉，是个非常优秀的侦查处长。吕亮书记，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北京的小侯处长也是您学生？是啊，20多年前我在汉东大学政法系
当系主任的时候，是我们系的学生会主席，还是我推荐的。为了这件事情，这陈海不服气，还跟我较了几天劲呢，是吧，陈海？啊，是。梁书记，那就是说，丁义珍案交最高检来办。对，沙书记虽然说让我相机决断，但还是有倾向性的。大刚书记，希望你能够理解，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坚持了啊。这不是丁义珍一个人的事情，弄不好就稀里哗啦又倒一片。郭明峰项目怎么办？280多个亿啊！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好了好了，玉良书记，不说了，就按你的方法办。那好，老季、陈海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？没有，那就执行吧。散会。这柜子打开，我们看看呗。哎，这绝对不行，这属于国家机密，我已经授权了，绝对不能打开。需要谁的许可？我们部长，最起码也得是分管的副部长。侯处长，不必了。赵处长，既然有最高检反贪总局同志的搜查令，那就请你配合一下，交出钥匙，打开文件柜。就这两个人，搜查一下柜子，别落下任何一个角落。是。陈大局长，你们出动了没有啊？我那盘黄花菜是不是已经凉了一半了？还真出了点问题。那盘黄花菜现在不在桌上了。哎哎。被谁端走了？我说陈海，你可别坑我啊！应该还在汉东国际酒店，这不，我和季检察长正赶过去呢。哎呀，梁平，你那儿怎么样？顺利吗？不太顺，算是遇到对手了，狡猾得很呐。哎，这样，你那边有什么进展，咱们随时通个气儿。知道。这份材料你仔细看一下。是。侯处长，我看你们的同志啊，确实也太辛苦了。哎，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？我向你保证，我这办公室里啊，除了那几张银行卡以外，就再也没有我个人物品了。不对吧，赵处长？你这藏了大半瓶五粮液，不算是个人物品。
算，啊，侯处长，老婆管得严，在家不让我喝酒。我每次就下了班以后啊，一个人在办公室偷偷摸摸喝那么两口，哎，这不算违纪吧？不算不算，这算什么呀？我也藏酒。哦，还有那几张银行卡，那里面可都是我的合法收入。等我们核实了，如果是合法收入，会还给你。你们可得一定还给我呀！哎，而且还给我本人，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呐，有个老娘，80多岁了，一个人住在农村，我每个月还得给她300块钱生活费。300块钱？啊！哟，赵大处长，你真是孝顺啊！300块钱少是少了点，但是没办法呀，工资低，老婆管得又严。是，清官嘛啊，那给拿着啊。什么？继续找？你找一下会务组，啊，调出所有出口的监控录像。季检察长、陈局长，不要光盯着这儿。丁义珍的办公室、家里派人了吗？那两个点一直都有我们的人在盯着，迄今没有发现目标出现。真的不知道丁副市长到哪儿去了。宴会开始的时候，好多人给他敬酒，他拉着我替他喝，然后就走了。王主任，你不要紧张，好好想一想，丁义珍走之前有没有人找过他呀？他打过电话没有？接过电话没有？他就没有向你交代点什么？哦，对了，酒喝到一半的时候，来了个电话。谁的电话？可能是刘省长吧，丁副市长说他要给刘省长准备材料。喂，刘省长吗？您好，我是季昌明啊。我想打扰您一下，一个小时前，您给荆州的丁义珍副市长打过电话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就是想找丁副市长了解一点情况。你好，先生，请出示您的证件和登记牌。麻烦把墨镜摘掉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好的，请往这边走。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，你们要是听信谣言搞错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，我会请最好的律师来起诉你们，我让你们赔偿我的名誉损失。啊！哎呀，赵处长，哎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，别这样。我呢，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快20年了。从没有办过一起冤假错案。如果说今天我在这冤枉你了，那得恭喜你中奖了，这可是我头一次看走眼啊。你们别愣着，继续干活。
检察长，没有，我们全查过了。是的，查得很细，一间一间房查的。季检察长，陈局长，监控录像有发现，丁义珍从后门跑了。丁义珍跑了，可能吗？完全可能。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、办公室。二组行动，搜查目标住宅。三组，立刻行动。汉东省荆州市的项目资料在哪儿？啊？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这事我得好好想想了。这还用想吗？就是那个被你罚站的丁义珍副市长的项目，你不会忘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项目我们没有批。为什么？哪出问题了？它不太符合规定，好像缺少环保评估材料。好像，说明确一点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缺少环保评估材料。真的吗？是不是丁义珍诬陷我？诬陷？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他每年到你这儿两三次，无话不谈的。他诬陷你什么呀？侯处长，丁义珍是不是出事儿了？牵扯到案情的问题，你觉得我会回答你？侯处长，我得跟您提个醒啊，丁义珍跟我有仇啊，最起码有过节吧。我没批他的项目，他向我行贿。等等等等，你刚才说丁义珍向你行贿是吧？我说丁义珍向我行贿，我说了吗？我没说呀，我全程都录下来了。侯处长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，并不代表我已经接受了丁义珍向我行贿。我要强调一点啊，党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我，我得赤胆忠心呐，我得对得起党，对得起人民。我这人党性原则性很强的，所以别人才能诬陷我。赵处长，如果你还是坚持这种说法，那看来我们又得换个地方了。侯处长，你们不能单凭丁义珍的一面之词就怀疑我吧？啊，你们不能就把我一个好端端的同志说成一个坏人呐？我的同志啊，不能这样啊！你们这么做这叫莫须有，你们这么做这不合情理的，这是。好好好，赵处长，我只是说换个地方，别误会，也别紧张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不会抓你的。换个地方是让你演第三场压轴戏。陈海，陈海，你来了，怎么回事呀？家里到处都是检察院的人，老丁在哪儿呢？老丁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您别着急，我们例行检查啊。处长，有发现，光手表就这么多。记录在册，注意区分名表。好嘞。丁义珍晚上回来过吗？没有，晚上我吃饭没饭了。李亮书记，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工作，我还真赶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。好戏不好看呢，这里边国际名堂不少。就是，而且这是最高检直接过来抓的，影响极其恶劣。
我不知道您注意过达康书记那脸色没有，特别难看。丁义珍毕竟是李达康用的嘛，这总是个失误。嗯，那责任啊不会小。最主要是这个达康书记啊，平时做事情太霸道，而且爱搞什么一言堂。那个丁义珍呢，又是个马屁精，然后到处说他自己是达康书记的化身。这下好，化身出事了，真身能不着急吗？张淑丽啊，你还有脸睡觉呢？你们市纪委都是干什么吃的啊？有点警惕性没有啊？荆州的干部都烂死了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。你们就让我在省委、在北京丢人现眼是吧？李书记，出啥事儿了？这半夜三更的。丁义珍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，李书记，丁义珍出事了？前面在电话里说了，你马上通知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。马上到我办公室开个会，我马上到了。李达康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，高玉良、祁同伟看似支持他双规的意见，可转眼就把球踢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，来汇报的季昌明和陈海更是一点面子都没给他。这场汇报会开得实在是窝囊。压轴戏，你说话我听不明白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这个同志说话很搞笑，说话很搞笑，你知道吧？搞笑，是你在搞笑吧，赵处长？整个晚上演清白、廉政，演技还相当的好呢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晚上这个时候，你们怎么这种做法？这简直是拿我的政治生命在开玩笑，知道吧？这个地方熟悉吧？同伟啊，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帮着达康书记争夺版权了？是不是有点私心呢？我就这点小私心都被您给看出来了。想上位副省长，还指望达康书记在常委会上投你一票。实话和你说吧，对这件事情我不太乐观。你也别这么乐观。老师，您说达康书记会反对我进这一步吗？不是达康书记，是新来的沙瑞金书记。你想想看呢，哪位一把手一上任就马上提拔干部呢？还是上届领导留下的。第一任老书记怕担责任，有一批干部没安排，这新来的书记一上任就把这些人都提拔安排了，有这种可能性吗？嗯，也是。但事情也不是绝对的。沙书记正在各市做调研，如果政绩好、口碑好的，也未必就一定不安排。如果没有这位空降的省委书记，您做书记就好了。这沙书记来都来了，还说这话有什么用啊？记住，以后在外边不能乱说。哎，这个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乱说的。有时候想想啊，这官儿当多大才叫大呀？我要摆正位置，同伟，嗯，你也要摆正位置啊。不过老师，我听到一种传言，说沙书记到了以后，达康书记会上任省长。那将来汉东的政治局面就是沙里配啊。所以你现在就主动往达康书记跟前凑，是吗？做事啊还是要谨慎。嗯，来里边坐。哎，真是山雨欲来风满。是啊，真没想到丁义珍会在这种时候突然出事。这个人平时看起来挺谦虚的，位置一直摆得很正。摆得太正了。他干什么事打我的旗号啊？自己捞钱去，我背黑锅。什么玩意儿？是的，李书记，这丁义珍不但是副市长、总指挥，
他也是我们光明区的区委书记，明明是大权在握，独断专行，却到处说是您的化身。这个人用错了，我有责任。你们有没有责任？有没有责任？为什么不提醒我呀？张书立，纪委书记，失职。李书记，我有责任。不过丁义珍的问题我反映过。反映什么呀？他儿子结婚收礼，我让你跟他谈话，谈了吗？谈了。丁义珍表态，礼金退回，以后注意。李书记，丁义珍的主要问题是和一些投资商的不正常交往。你们纪检部门拿得出铁证如山的事实来吗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说，算了，不说了。李书记，你指示。哎，让他自己走啊！走啥呀？站都站不住了。哎呀，老演员怎么还怯场呢？赵处长，该您上场了。我说过的，压轴戏，豪华场。这是哪儿啊？你们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这不是你房子吗？什么是我房子？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房子呢？这儿房子那么贵，我说实话想都不敢想。对，你是不敢想，但是你敢干，你是个实干家呀。给实干家看个视频吧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这是我朋友的房子，我是借住在。这把钥匙你还记得吗？我今天就带你参观一下豪宅，带进来。哎，玉良书记，我有个怀疑啊。您说达康书记会不会？别把自己同志往坏处想，啊！我从不相信李达康会和丁义珍搞到一起，所以我不认为李达康争夺办案权是为了包庇丁义珍。老师，那您说达康书记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只是为了工作吗？既为工作，也为前程。还记得八年前，李达康在临城当市委书记的时候，一位副市长兼开发局主任因为受贿被抓，这一夜之间，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，许多投资项目就此搁浅，临城的 GDP 从全省第一一下子滑到第五，挺可惜的。如果当年稳住了 GDP， 这李达康早就是省委常委了。可不是吗？当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，吕州市的 GDP 一下上升到了省里的第一位，老师您呢，也就先一步从吕州市委书记的任上上来了。可现在呢？还有四个月，刘省长就到龄了，连你都知道沙里配，你想想，这达康书记是不是更迫切的需要政绩啊？所以说，达康书记这次拼命的争夺丁义珍的办案权，其实无非也就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有些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前途，可以不顾一切，对贪腐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即便有了确凿证据，也是就事论事，绝不牵连。说白了，就是对贪腐是一种纵容。不管北京怎么办，丁义珍这个案子，我们现在要马上行动了。对光明峰项目进行彻底的摸查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我明天一上班就安排。纪检方面，内紧外松，别把投资方吓跑了。八年前凌晨的教训，我会汲取的。哎，
这一点提得好，人不能让坎儿绊倒两次。你是光明区的区长、副总指挥啊，丁义珍出现了问题，你得扛起来呀，把投资方他们安抚下来。好的，李书记，你说这高玉良书记是怎么想的呢？他知道咱们现在已经很被动了，怎么还把丁义珍的办案权上交到最高级？高玉良书记的心思永远摸不透，真不知道。不过是今天他的头号弟子祁同伟忽然站出来了，为我争夺办案权。哎，按说祁厅长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会上吧？对呀。啊，不说这事儿了。还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姓侯的侦查处长，也是高玉良的学生。哟，又是汉东大学政法系的。李书记，你可得当心了。哎，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哦，那李书记，我们先走了。张处长，真的不带我们参观一下吗？侯处长，这房子真的，这真的不是我的。你别以为房产证不是你的名字，我们就查不出来。你是够谨慎的，我们也不傻。侯处长，叫他过来。你说房子不是你的，那这钱也不是你的了，不是我的。侯处长，这谁呀？这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家冰箱里了？啊，这谁？这不成心要是你承认这是你家冰箱了？我一分钱都没花，不敢了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穷怕了，一分钱都不敢动。全家人，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？现在出事了，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我错了。先不说大康书记了啊，咱们还是就事论事。东伟，以后这种事儿少出头，免得惹麻烦。我正是不想惹麻烦，才替大康书记说话的。
您想啊，本身这次汇报会我就不应该出现。再说陈海、侯亮平都是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的，都是您的学生，那达康书记难免会有一种被人打了个狙击战的感觉。老师啊，得有人配合您来唱这个双簧。就你心眼多，用他竟不是地方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给陈海打个电话吧，啊，问问抓捕丁义珍的情况。陈海也是，汇报会之后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，陈局啊，我在老师这儿，丁义珍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别提了，老学长，人跑了。跑了？楼上卧室还有，去楼上卧室看看，你也去帮忙。是是是。丁义珍跑了，怎么回事？陈海说，丁义珍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以后，人就不见了。怎么说？有人泄露消息了？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儿呢？行了，你就别在我这儿耗了，赶紧去公安指挥中心，帮着老纪和陈海他们抓人，出入境归你管。记住了，人一定要抓住，这不光是政治任务，更是党纪国法，懂吗？是，玉亮书记，我马上过去。你也算是业内人士了，应该知道程序。来人，拘了他。梁平啊，你别着急，我已经跟高书记汇报了，今天晚上就上天入地，也一定把这家伙抓住。陈海，我们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，你不能这么往死里坑我吧？我为了这个案子费了多少精力，今天就能收我？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呢？啊，你不觉得蹊跷啊？是啊，梁平，我也这么想的，是蹊跷，而且太蹊跷了。你们那边少点汇报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。这不是季检察长非要汇报吗？你说我能不听他的？季检察长吧，这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脑袋。我说猴子，你总不至于连咱们的老领导都怀疑吧？行动之前，季检察长非要给高书记汇报，高书记又通知了荆州的李达康书记，还有官厅的祁东伟厅长，而且你我还有祁厅长，这可都是高书记的学生啊。打住，陈海，我谁都不怀疑，我就怀疑你。行了，猴崽子，你是要狗急跳墙吧？你那边顺利吗？我这边进展神速，我说出来怕惊掉你眼珠子。我给你个范围吧，你就往大了猜。我估计你那点想象力啊，还真猜不出来呢。哟，我说猴弟啊，你这不是扩大战果吧？你爱信不信，小官巨贪。季检察长，你说会不会有人给丁义珍通风报信呢？有这种可能啊。你是不是怀疑咱们检察院内部出了问题？内部可能有问题，但是外部呢？外部？我的意思是啊，丁义珍接电话，他怎么就接那么及时呢？是啊，太及时。你看啊，如果是我们检察院内部泄密的话，丁义珍早跑了，他等不到今天。我盯他盯了好多天。你盯他好多天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侯亮平让你盯的。是啊。哼，看来我这检察长应该让贤了。行，谁要让贤呀？啊，谁敢让季检察长让贤？陈海，你啊？我哪敢呀？这不是领导跟我开玩笑呢吗？
行了，别瞎开玩笑啊！那个，告诉你们好消息，目标已经被我们锁定了，在哪儿？季警长啊，我们盯住的点在那儿。丁义珍已经离开青州了。对，他现在在省盐高速上。丁义珍是烟台人，他应该是去烟台山方向。烟台方面安排我们的人吗？安排了。他只要敢去，就是自投罗网。通知下去，让他们随时准备行动。好。四组，目标已经向阳台山方向去了，预计3个小时以后到达。把眼珠子给我瞪圆了啊！我说陈海局长啊，你眼珠子瞪那么大也没用，我根本就不可能让他到阳台。星驰啊，哟，哥回来了。哟，你嫂子回来了吗？刚回来。他说是你让他回来的。他要是再不回来的话，估计连这个家门都不认识。他也说想见你呢，在一个屋檐下住着，竟然难得的见上一面。说了谁也不相信啊。哎，茶给你泡好了。回屋休息。李达康行事作风一向缜密，而此时却惴惴不安，心头仿佛扎了一根刺。这根刺就是他自己的老婆，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晶。于是同步以肩上的职责，听一番枝繁叶落，看一幕檐下交错。此时此刻，情同手足在侧。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，听一声青梅永乐，看一片繁星闪烁。此时此刻，爱与永续，你我一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。气质大心地令人争气，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，权杖的重量，勋章的意义。当一切尘埃落地，喧嚣归矣，一颗心情归故里，潇洒落笔。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。当所有万马奔腾，蜉蝣升起，一口气心。